早上好啊！昨天有人留言说他们还想要看葫芦啊，这个是我特地选出来的葫芦王，就是比那个矿泉水的罐还长啊，跟比手臂还要大的那个葫芦王，今天要开给由于我的工人他就不会拍那个照嘛，所以变成你好，我叫他就是实拍啊，变成你看这个比我的手臂还要大，就比我的脸还要大的，太大了太粗了。我就叫他开了啊，不敢，累不敢，不累不敢。看它的那个肉吗？OK，我搞。哦呦呦，哦呦，哦呦，哎呀！哇，好料啊，好料，好料！哇，很黏哦，哇，整个手指插进去，里面一个洞啊！你看它的这肉肉有有好光滑啊，看到没有？中指又中等的小。由于刚才我的那个手啊沾到啊太多治疗啊，所以我无法拍呀、啊，整个手机变成榴莲。总评语来说，这非常剩下的小黑刺，看谁要啊？谁要？小黑刺，猫王谁要？剩下的，我全部已经做好了。